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小咕咚。铃铃铃，我是你们的朋友，我叫铃铃。哎，铃铃，现在赶快告诉我们，今天是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写来的信吧？对呀，铃铃，好的，现在就让我来看吧。红果果、绿泡泡、小咕咚，你们好，我叫马丁里，我的家在美国。我可是个酷酷的小帅哥，哈哈哈！我跟爸爸是不是很像呢？等我长大了去智慧树做客，希望你们喜欢我。那电视机前还没有给我们来信的小朋友，就抓紧时间给我们写信吧。在今天的科学泡泡里呢，我们又做了一个好玩的科学游戏。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可以把你在做科学游戏过程当中拍摄的照片或者是 DV 寄给我们，凡是来信的小朋友都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咕噜咕噜，知道怎么联系我们吗？和我们一起唱起来吧。发条微博和我一起分享吧，艾特我，传张照片和我一起分享吧，拍段视频画张图画寄给我，记起地址一定要记牢，要记牢哦，北京市幺零三八信箱，一二三，智慧树那